如果你相信就是说松露它是可以所谓的壮阳催情的话，你就等于就跟猪差不多。吞生鸡蛋是一个很 man 的行为，但是未必会壮阳，我猜。答案是不是这样？没有用。讲到这个虎鞭哈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人去吃它，他这花很多钱买回来，那夫妻俩呢就把它拿去泡酒，一吃走啊，怎么是塑胶的？真的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假的。邀请您一起参加虎鸡健康同学会。